我还记得最开心就是我过生日的时候，姐姐们坐在一起，然后大家给我端着蛋糕，每个人送了我一张贺卡，然后我觉得那个对我而言非常珍贵，因为这种就是很甜蜜，很甜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.现在就立刻想起来，就是有几个晚上，我跟陈梓童跟江映蓉睡在同一个房间，因为他们特别不爱睡觉，然后不停聊天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就突然间把我拉到一个做学生的感觉，这个是我完全没有试过的那种纯真而且纯粹的那种相处分享的甜。为什么说到这里会想哭呢？哎呀，我不想哭，等一下。觉得自己一直都习惯了只看自己，然后不去麻烦别人，但是我通过跟这么多姐姐们一起相处，我会觉得我真的感受到了温暖，也感受到了大家那种互相帮助的那种的那种心情。我烦人、Raymond 你连纸都不给我备一点。